这里是五来岸新村。今天来五来岸并不是去石拿都庙。位于警察局对面，是一间充满文艺气息的咖啡馆。店内分为前后区域不同的设计，前半段是日式木质设计，半段则是走怀旧古老风。品尝了面包过后，来到了另一间咖啡馆 Orchard Hill。在石拿都庙里面，再走几步路就可以抵达。这是一间让你可以边品尝美食的同时，又可以拥抱大自然的咖啡馆。等了差不多45分钟，我的饭终于来了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